二月四日，苦难帮助我们的五种方式。我受苦以先犯了错误，现在我谨守你的话。诗篇119篇67节。这节经文表明，上帝给我们苦难，为的是要帮助我们学习他的话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苦难如何帮助我们学习并遵守上帝的话呢？如同有数不清对这伟大恩典的经历一样，这个问题也有数不清的答案。这里列出五个。第一，苦难拿走生命的肤浅部分，使我们更加的认真。因此，我们的思考模式与上帝严肃的话语更加一致。注意这个，在上帝的书中，没有任何一页是肤浅的。第二，苦难击垮在我们下面支撑我们属世的支柱，迫使我们更信赖上帝，从而使我们与其话语的目标更加一致。因为话语的目标乃是要我们在神里面有盼望，并且信靠他。从前经上所写的，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，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。罗马书15章4节。但把这些事记下来，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约翰福音20章31节。第三，苦难使我们更加急切的、渴望的在经文中寻求帮助，而不是将上帝的话当作是对生命的注解。你们要寻找我，只要一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耶利米书29章13节。第四，苦难带我们进入与基督一同受苦，这样我们能与他有更亲密的关系，更容易透过他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。保罗心里极大的渴望乃是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腓立比书3章10节。第五，苦难意志的欺骗和干扰人的肉体欲望，从而带我们进入一个更加属灵的框架中，使我们善于接受上帝属灵的话语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彼得前书4章1节。苦难带有一个极大终结罪的影响，我们越纯净，我们就越清楚看见上帝。马太福音5章8节。愿圣灵给我们恩典，不要不乐意上帝透过痛苦的这种教学方法。